上集讲到，墨子和孟子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他们都行侠仗义，都反战爱民，他们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差别。孟子提出善待自家的老人，也想到别的老人要善待，疼爱自己家的孩子，也想到别人的孩子要疼爱。而墨子的说法是，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，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。这两种说法很相似，那么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儒墨两家的分歧究竟是什么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二部《儒墨之争之三大分歧》。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墨子和孟子的观点。墨子的说法呢，是世人之国，若是其国；世人之家，若是其家；世人之身，若是其身。也就是说，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，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，看待别人的人就像看自己。孟子的观点呢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就是想到自己家有老人，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对待别人的老人；想到自己家里有孩子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别人的孩子。这不是一样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在哪儿呢？区别就在关键词。墨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若是。孟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以及。若是和以及有什么不同呢？若是就是一模一样，怎么看自己就怎么看别人，自己和别人是完全一样的。以及是什么？以及是由此及彼，从我出发再到别人。所以在孟子这里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。孟子说得很清楚，孟子说，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，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也就是说，孟子把爱分成三等，最低的一等是对万物的爱，就是非人的那些万物的爱。这个爱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怜爱，就是爱惜的意思，爱护的意思，呵护的意思。就是一个君子对待天地万物，对待自然界，我们要爱护它啊，不要去伤害它，但是用不着仁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人，它是物，不必用仁德去对待他们。这叫做爱之而弗仁。仁德给谁呢？给人民啊，人民他因为是人呢，所以要对他们有仁爱之心，就是第二等级的爱，叫仁爱。但是不亲，不亲爱，这叫做仁之而弗亲。亲给谁呢？给亲人。亲爱是最高一等级的爱，亲爱是指给亲人的，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。由对亲人的亲爱出发，扩展为对人民的仁爱，再从对人民的仁爱出发，扩展到对万物的疼爱，
这个不太准啊，这个疼爱这个说法找不到更准确的表述方式，就是爱惜的意思吧，爱惜吧，从对亲人的亲爱，再到对人民的仁爱，再到对万物的爱惜，这就是爱的等差。这个问题呢也遭到墨家的反对，当然这个墨家的反对呢应该说是墨子的后学了啊，因为孟子已经比墨子也晚了好几十年啊，孟子和墨子两个人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辩论。那么在孟子的书里面有墨家之徒和孟子的一次没有见面的辩论，这个墨家之徒就说，你们儒家主张爱护民众要像对待婴儿一样，赤子，赤子就是婴儿，你们说爱护民众要爱护像爱护婴儿一样，这不就是兼爱吗？因为婴儿是没有差别的，婴儿都一样，小孩子刚生下来有什么差别的，那不就是爱没有差别吗？孟子怎么回答呢？孟子说，一个婴儿在地上爬，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，这不是婴儿的过错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，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，不管是谁都会去救，都要伸一只手去救他。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问这个婴儿是谁家的孩子，不会问的。这是出于什么呢？出于人的天性，人的善良的天性。这个天性在孟子那里叫做恻隐之心。所谓恻隐之心，就是不忍心让别人受到伤害，尤其是无辜的人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份心，这是人的天性，是人的人性，是人就这样，跟兼爱没有关系。在孟子那里，天性是高于仁爱的，也是高于礼义的。比方说礼，当时的礼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啊，除了你媳妇儿，别的女人手里是不能抓的啊，那抓了就是非礼。但是孟子说，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去了，你拉不拉一把？嫂子是不能碰的，对不对？但她掉水里去了，你拉不拉？孟子说，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里去了，你都不拉一把，那就是畜生。少力而不圆，禽兽，你得拉他一把，把他救上来。那你能不能因此就说我兼爱了？我爱我嫂子就像爱我老婆一样，能这样说吗？不能吗？所以孟子只会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他绝对不会说妻吾妻以及人之妻。所以这个里面孟子认为他没有兼爱问题，而且在孟子看来，兼爱是不可能的，是不现实的。孟子说，你就是指那个墨家之徒，你当真能够做到爱你邻居家的孩子超过爱你哥哥家的孩子吗？你能做到吗？根据常情推理，我们也是爱哥哥的孩子会超过爱邻居的孩子，爱自己的孩子超过爱哥哥的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当然特殊情况也有啊，也有不爱自家孩子爱人家孩子，但是那是特殊情况，谁都是自家孩子好，是吧？那童话里面都讲嘛，一群动物在那答题啊，
说哪个宝宝最漂亮，猪妈妈说猪宝宝，兔妈妈说兔宝宝，狼妈妈说狼宝宝，河马妈妈说河马宝宝，肯定都是自己的最好。而且大家也想不通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凭什么要爱别人，爱别人的父母，爱别人家的孩子，和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孩子一模一样，我凭什么？我怎么做得到？上面这些问题是从人之常情出发，对墨子的兼爱说提出了质疑。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，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别人的父母，这符合常理，所以要在实际中做到兼爱是很困难的。墨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，因而他提出了三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他的这三个方案又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。那么墨子提出的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？这又引出了儒墨两家哪三大分歧呢？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？就是厉害的算计、鬼神的吓唬、君主的专政。由此就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。这三大分歧就是功利还是仁义，鬼神还是天命，君权还是民权。我们先讲第一大分歧，功利还是仁义。墨子也想到了兼爱的困难，知道大家想不通这个问题，我凭什么要兼爱？因此墨子首先告诉我们，兼爱有好处。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行兼爱啊，是因为不失其利，就是不知道兼爱的好处。兼爱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，你爱别人，别人就跟着你爱你，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，你帮助别人，别人也像你一样帮助你。相反呢，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，你恨别人，别人也跟着恨你。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，你害别人，别人也跟着害你。那么你算算看，你是希望得到爱呢，还是希望得到恨呢？你是希望得到帮助呢，还是希望得到陷害呢？这个账都算得出来吧。因此为了你自己得到爱，为了你自己得到帮助，为了你自己得到幸福，你必须给别人爱，给别人帮助，给别人幸福啊！这就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，就厉害的算计，给你算，把这个账算清楚了。那么墨子这个账算的对不对呢？对，这个账肯定是对的。但是他同时有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按照墨子算的这个账，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，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保险。也就是说，墨子这个办法是让我们每个人买一份保险，为了保证自己得到爱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幸福，因此我先投资啊，去爱别人，帮助别人。那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，投资就是投机啦，不能投资啊。因此我想孟子看到这个说法肚子里的冷笑，你这是说利啊还是说义啊？因为在孟子这个地方，义和利是针锋相对的，利就不是义，
依旧不是利。我们打开孟子这本书第一章梁惠王上写什么呢？写孟子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对他说，周不远千里而来，有什么好处给寡人呢？那老头大老远的跑来见我，给寡人带点什么好处来了？孟子怎么回答呢？王何必言利，一仁义而已，说说仁义嘛，说说道德嘛，讲那么好处干什么？所以在孟子那里，义与利它是针锋相对的，是吧？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观念当中，义利也是针锋相对的，功利的就肯定不是道德的，道德的就是不是功利的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嘛，你不能说见义勇为之前我先算算我见义勇为一把合算不合算，那不叫见义勇为了。啊，损人利己就是不讲道德，这只算利益嘛，哎，我损他一下对我有什么好处，道德不讲，那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，墨子和孟子在兼爱的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。墨子推行兼爱，先给我们算账，兼爱大家都有好处，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讲道德。但孟子却不屑一顾，他认为讲道德的时候就不能讲利益，道德和利益是冲突的。那么墨子和孟子的看法谁更加有道理呢？各有各的道理，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道理在是行仁爱还是行兼爱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，墨子和孟子的立场是相反的。孟子考虑的是可能性，墨子考虑的是超越性。这孟子为什么反对兼爱？他认为不可能。那么道德要不要可能性？道德必须有可能性。一个道德你把它这个提出来以后，如果它是不可行的，结果就是伪善，你逼着人家作假，因为它不可行嘛。所以道德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，道德必须符合人性。所以我有一个观点，一个道德是不是真道德，我就看它符不符合人性，它但凡不符合人性，我就认定它是伪道德，是伪善。那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伪善，比方说前面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这个青年男女要结婚的话，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，不能自由恋爱，这就是伪道德，它违背人性。那所以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，但问题在于道德它又不能只讲可能性。那比方说现在大家肚子都很饿，我这里有吃的，那我说啊，现在我这有很多馒头，你们肚子饿了，同学们，我们把这馒头吃了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你有什么做不到啊？做得到吧？能做到吧？那肯定能做到，那这是道德吗？没有道德问题，你不能说它不道德，它没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。这个时候道德要讲什么呢？道德不能只讲可能不可能，道德还得讲应该不应该。作为一个有道德人，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这个馒头我应该不应该吃，如果是嗟来之食不吃，不义之财不吃，这就是道德的考虑。当然你怀疑里面有毒不吃的就不是道德考虑了，那是另外一个考虑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了，说道德既要有可能性，它也要有超越性。超越的是什么？超越恰恰就应该超越功利，对不对？所谓道德就是我不考虑功利，
尽管我见义勇为，我舍身救人，可能是对我不利的，啊，我跳到水里去，我可能会淹死；我冲到火里去，我会烧伤，是吧？我和歹徒图搏斗，我可能被砍一刀，对我不利，我还是要去做。我超越这个公理，这才是道德。他必须讲超越性。这奇怪的道，墨子在这个时候和孟子立场刚好就反过来了。孟子这时候讲超越性了，超越公理；墨子反而讲可能性了，啊，说这个兼爱有好处。谁对？谁对？我先投墨子一票。为什么呢？墨子谈到了道德的根本，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。我们天天在讲我们要重建道德，我们要怎么样的，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道德。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。道德的根本目的恰恰在于功利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都说损人利己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没问题吧？那我请问，这个人为什么就损不得？我怎么就不能损人呢？如果这个人是没有个人利益的，我损得损不得？他根本就没有利益，无利可损呐，不存在损不损的问题啊。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，我损得损不得？所以你要批判损人利己，你要歌颂舍己为人，你的前提是你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，这个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也受道德保护的，是不容许你随便侵犯的。因此损人利己是错误的，而舍己为人是高尚的，因为他舍去了自己的利益。那么他舍去个人利益高尚，首先前提是他得有个人利益才行。承认这一点恰恰是实现道德的途径。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有一个观点，他说什么叫诚信呢？他说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看，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，谋取将来的大利益，就是利。他说比方说我们买东西啊，经常不是买到假东西吗？他说买什么人的东西容易买到假货呢？就是那个流动的那些商贩，那个摊子上的东西是最不可靠的，因为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他说自己的小区里面那个小卖部你是可以放心的，因为这个小卖部的社区里面的小卖部啊，他想跟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居民做长远生意，他不会为了5块钱3块钱他坑你一下。所以要有长远利益保证，人才可能有诚信，是吧？诚信是道德，是义，它恰恰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。所以我要先投墨子一票，但是同时也要投孟子一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还必须记住，道德毕竟是超功利的。当我们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，那么你是做利害的考虑还是做道德的考虑，就考验一个人是道德的人还是非道德的人。啊，面临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，那就应该放弃功利的考虑，而追求道德的高尚。所以一个讲的根本，一个讲的现实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
啊正确的看法。这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，就是利害的算计啊，跟你算清楚，兼爱是有好处的，把它兼爱吧。那墨子也知道呢，光用这个好处来说服大家说不服，因为我们可以说我那我不要好处行不行，我就这么混行吧，我就不兼爱，我也不想别人爱我，我干嘛要别人爱我，不爱算了，我也不要别人帮助你，我啊万事不求人，我自力更生行吧。墨子推行兼爱之说，但他知道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让所有人都做到兼爱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事情，所以墨子从利害的角度出发，给我们讲述了兼爱的好处。兼爱是双赢的，大家都有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是有人不愿意兼爱，那么墨子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墨子有第二招，鬼神的吓唬。墨子是有神论者，墨子相信鬼神是真实的存在，世界上就是有鬼有神，而且墨子说鬼神为什么要存在呢？监督我们是否兼爱。你一旦你是一个兼爱的人啊，你能够爱别人就像爱自己，爱别人家就像爱自己家，爱别人的国就像爱自己的国，鬼和神呢就奖励你啊，神是主要来行奖赏的，给你幸福啊，让你健康啊，啊让你富有啊。那你要是做坏事，你损人利己，那鬼就来惩罚你。啊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你要做了亏心事，鬼就敲门了，那只好吓唬吓唬你。所以我们要兼爱，要行善，要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。一做坏事，小心鬼就找你了啊！他讲了很多故事，鬼怎么存在，怎么存在，怎么存在。这是他的第二个办法，这也就是这个墨子这个观点呢，用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，时间一到一切都报。所以大家记住了啊，做好事做坏事都是有报应的，做好事别做坏事。那么对于墨子的这个观点我们怎么看？怎么看？首先肯定他一条，墨子提出这个观点来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，因为统治阶级权力在手上，他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，而当时的情况下的统治阶级的多半是做坏事，那压迫剥削掠夺人民，所以警告他们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小心鬼来找你，这个我们要肯定。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呢，世界上没有鬼，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，那他就不如于儒家的天命。墨子是鬼神论，儒家是天命观。啊，天命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听天由命，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能不能成功，我能不能得到回报，我听天由命。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讲儒道之争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讲，这里呢就只讲这个墨子的鬼神论，啊，世界上没有鬼，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，而且墨子自己就差点闹笑话。那有一天呢，墨子生病了，生病了以后，他的学生就来找他了，说：“先生啊，先生，你怎么会生病呢？”先生教导我们说，一个人兼爱、行善、
仗义做好事，鬼神就会保佑他身体健康，他不生病啊。那么先生生病了，就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先生做了不好的事，这鬼来惩罚你了，还一个呢就鬼神瞎眼了，没看到先生是个好人，怎么把病给你了，搞错了。那鬼要是把搞错的话，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，对不对？我明明是个好人，鬼搞错了。这墨子怎么说？他说墨子说我没有做坏事，首先这一条，对吧？这第一，我没有做坏事。第二呢，鬼神也不会错。那学生就不懂了，那你为什么生病呢？他墨子这个人生病的原因很多呀，工作太累啦，是不是啊？天气变化啦，那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啦，那原因很多嘛。他就像一栋房子有100扇门，啊。你就把一扇门堵住了，还有99扇门都开着的，那个病它从哪儿不能进来啊？那学生没话说，墨子算是自圆其说，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哦，原来鬼神的吓唬只是一扇门，还有99扇门呢。那么你这一扇门，你能把我镇住吗？撑不住，又有问题了吧？这兼爱又做不下去了吧？墨子知道让人们做到兼爱很难，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。第一个是厉害的算计，第二个是鬼神的吓唬。如果这两个办法都不能让人们做到兼爱，墨子还有第三个解决方案。这第三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墨子也知道这个鬼神的吓唬他也不顶用，或者说不完全顶用，他于是又提出第三个办法来，就是君主的专政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兼爱，你如果做坏事，鬼神治不得你，还有领导来治你，人来治。谁来治呢？你的上级。上级如果不兼爱，不做好事，上级的上级来整治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上同。那在墨子里面叫上同。上同的上，现在我们看到是高尚的上。高尚的上呢，也是上下的上。啊，这个在古文当中是通的。所以上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同上，就是每个人的思想、观点、意见、行为都要和上级相同，村民要和村长相同，村长要和乡长相同，乡长要和国君相同，国君要和天子相同，天子要和天相同，这个就叫做上同。凡是听话的啊，凡是听话的，上级就奖励你，给你好处；凡是不听话的，上级就惩罚你，给你坏处。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奖惩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墨子看来啊，兼爱其实是很困难的，很困难的，只好用什么呢？用专制的办法来实行兼爱，这个就叫做以专制行兼爱，由最高领导统帅大家兼爱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和墨子的立场相反。我们前面讲过儒墨两家的立场，儒墨两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，就是立场的不同。孔子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，
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，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，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，原本是这样的。所以孔子才讲有等级的爱，是吧？最爱要给国君，当时只有君了，天子国君。后世的人就讲要最大的爱给皇帝，给父亲，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爱。墨子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，所以他讲兼爱，所有人都一样的爱。但是发展到现在，墨子居然是以专制行兼爱，就是靠最高权力来推行兼爱。这样一来，就有了儒墨两家的第三大分歧：君权还是民权？就这个时候，你要的是民权还是君权？这是儒墨两家最重要的一个分歧，就是在仁爱与兼爱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歧。这个分歧，我们必须专题来讲，因此，请看下集。儒家说要仁爱，墨家说要兼爱，墨子追求平等博爱，却寄希望于君主起带头作用。孟子看重忠臣孝子，却主张人民革命。看似矛盾的结果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儒墨两家究竟谁是谁非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二部《儒墨之争》第六集《儒墨是非》。